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基础知识为开导后学，守一门庭，恐人未非通家，因知禅讲并弘，欲称中朔兼通，谈中则古德指归向上之余，尽作失意训文之言，讲教则如来修因克果之道，反成表法寓意之说，以教破宗，以宗破教，盲众相牵入火，致使后辈不闻古人方规，徒笑其亲佛临祖排因薄果而已。古人语言绝味小鸟，拉伸本分，合成梦见。这是续分的第三段，结是金石弊态。前面谈到这个金石弊态，现代人缺乏儒学的基础，这个无论是做善知识还是做学人，都是用意识思维来普渡一番到底，便自认为自己大彻大悟了，参学事毕了。那大彻大悟呢，就是善知识咯。善知识就要开堂接众，在一个寺院丛林就得当方丈和尚，这就处知识位，他就要开导后学。但是前面有谈到他只是自以为开悟了，实际上并没有开悟，守一个门庭呢，又怕别人知道自己不是大通家，这些都是名利心在起作用了，因这个就禅讲并弘，禅他也弘扬禅宗，这个宗门下接众有特别的手段，他就同时也讲教，就是这个讲经，这叫禅讲并弘，于是大家都称他是中朔兼通，就是中通说通，六祖慧能这个谈经里面谈这个说通即心通，如日处虚空，这种人就很了不起了，这个说通就是精通三藏十二部教典，心通就是中通，就是大彻大悟，悟明心地。那这种人就像太阳处在虚空普照大地，能够跟众生做大善知识的大导师。那这个处方丈位的这个人呢，也想让大家认为自己中朔兼通，于是他就谈中。实际上中是离言的，不离文字嘛，怎么去谈呢？那实际上这也有由来了，在禅宗兴旺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人去谈宗的，到了南宋就开始出现宋古百哲，就是把古人开悟的那些记诵拿出来进行解释，南宋关于宋古方面的解释有三大家，最著名的就是毕延禄，毕延禄就把这个文字禅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了，
毕业录大家看它一般是先有一个总纲叫垂示，然后再选出一个公案，公案中间有夹注，最后第三部分就是评唱，这是它精彩的一部分。这样的拈古解释在宋代，特别南宋跟文人士大夫非常好要，但是对名言句言善知识，禅宗的善知识是深恶痛绝，甚至有些大禅师都把毕言录的版都烧毁，那么这个毕言录传到日本大受欢迎，所以近代的日本的禅学基本上也都是从文字禅开始的，经由日本传到西方的禅法也基本上是这个理路，这个向上一找是很难见证到的，所以这个是南宋以来就有这个传统，到了近代就更为至盛了，所以这些这个并没有开悟的这些善知识去谈宗，就把这些古德指归向上之语，静坐思义训文之言，他就用那种教家的这种解释经典的那种著书的方法去解释每句公案这种这个那个基于的意思，这可不是牵强附会了吗？那你去解释这些，它一定是在新意识的范畴里面去进行分析呀、归纳呀、比附啊，这些，所以就完全跟指归向上的宗旨相违背。然后他也讲教，那你讲教就是讲经典了，教法了，然后他又站在宗门的立场去讲，把释迦如来这个谈因果呀、修因正果，他有断惑的次第比如菩萨道的41位这个断见思、见惑、思惑、尘沙或无明惑这样的一个次第行部天台将讲六级佛的这个次第，他把这些行部性的东西反而把它说成是表法的东西是一个消归自信去理解这样呢，就是你谈宗门这些指归向上之余，却用思义训文的方法去讲，这就是以教来破宗，混淆宗你讲教却用宗门的风格去讲，这就是以宗破教所以这里最后总结就是这个恶果，就是以教破宗以教破宗，就是谈宗之古德指归向上之语，尽作诗意训文之言以宗破教，就是讲教你把它讲成一个表法寓意的这个意思，这样就一盲引众盲所以这个修道人为什么要事事求是，知道自己没有开悟，你就得承认自己没有开悟，你没有开悟你冒充自己开悟了，那你这个这个使得很多人跟着你学，跟着你学呢，你本身就没有见到盲，能够引了一大批的盲人，那相牵可不落火坑吗这个贻误众生犯大妄语，他是要下地狱的，果报很重所以相牵入火坑代表要入地狱的。
由于你的讲法是以宗破教，以教破宗，致使后来的学人不闻古人方规，就是古代的禅和子，他们生死心很切，对自己有这一大事具有坚定的信心，由这个信心才产生了一个化头的疑情，然后一辈子为这个济公下向上一着的事情来精进修道，这古人的方规就很多了啊，那真是刻苦啊，精进了啊！你现在把它弄成一个文字禅的这种格局，让后人不知道古德这个参禅的之艰辛，得来之不容易啊！那突然的效仿这些以前那些亲佛领主排音博果而已啊。前面谈到是有一些古代的禅宗大德，他用特别的手段接引学人，喝佛骂祖这个排音博果也确实在自信法身层面他是超越因果的但他是格外的手段，这是明眼人他才能够做得出来的。就像丹霞禅师他劈佛，把木像拿来劈了烧火，那一般人敢仿效吗但丹霞禅师这种举措确实是接引那个方丈和尚的一个特别的手段，那方丈和尚由于他这样的行为他就非常吃惊，你怎么把木佛佛像烧呢他丹霞禅师说，我看能不能烧出舍利子那这个院主就说，这个木像里面哪会有舍利子呢没有，再拿两尊佛下来烧他这个那个方丈一听那种惊讶呀，那是一身冷汗呢，马上他由于这个开悟了这种毒辣的手段是丹霞禅师是过来人大祖师，他知道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令他开悟，那我们这些人敢去仿效吗所以徒效其临佛亲佛临主，那德山宣鉴禅师在孤峰顶上喝佛骂祖，那这个骂的佛是什么，佛就是老胡汉三藏十二经典就是擦不干净的卫生纸阿罗汉菩萨他都骂，但这个你不能说宣禅德建禅是怎么样，他就是用这种方法让搅断人向外去寻求的这种心回到内心，这是他特别的手段。但你不了解他的落处，你突然的表面上去效仿，那是不行的。就像临济禅师他是临济喝见到什么就大喝一声。等到他临圆寂的时候，临济禅师问他以后怎么把这个正法眼藏给他传递下来，他的徒弟也就是大喝一声。这个义玄禅师一听叹口气说我这个正法眼藏要瞎在你这个瞎喝里面了，你这喝里面没有内容所以这些不能突然的去表面上去效仿的所以古人古德语言绝未小掉，就是古德那种语言是讥讽转语，是对机而说，而且见不农法那只是双方这个开悟的人他怎么说怎么是，他
头头是道，拈啊拈来就是了，啊。那对于要加一把火的这个让他开悟的人，他这个明眼善知识都是啊见风相助啊这样的一种啊这种语言。那我们后人根本就莫名其妙，你根本就不了解这里面的奥妙啊，拉伸本分合成梦见，就是向上一着梦都没有梦见了啊，这就是现代的弊端。所以从印祖的这段话来看，就是啊，这个清末民初想找真正开悟的人都是很难的。好，请看下面。今将宗教语言意志略为分别，用即为得实意，不受其病也。何谓宗？何谓教？演说之，宗教皆教；切悟之，宗教皆宗。教固有宗，宗亦有教。教家之宗，即十相妙理、三德密藏，乃宗家之拉伸本分向上一着也。教家之教，即经论所说文字语言及法门形象，无不皆全妙理，皆归密藏，亦有宗家之机锋转语种种作用也。但教则未悟亦令解了，宗则未悟，不知所谓为义啊。开始正中分的讨论。正中分啊，这个分为七大段。第一就是深说照这部论的意趣啊，这意趣就是前面一句话，是为了信力取除弊啊，这个。把宗与教啊，这个相异之处啊，这个略为分别，其目的是让大家得到宗与教的不同的利益，而不啊不受宗和教相难相迫的啊弊病啊。这是啊，这个辨宗教意志的啊用意所在。好，下面就啊进一步就来辨宗和教的差异。首先是要对宗与教的内涵加以界定。宗教的内涵是宗与教各有它的相应的教理。你只要用文字语言演说的，无论是宗门教下，都属于教的范围，就是它是语言文字的范围，它就是教。好，离开语言心地七物的，离文字言说相，那无论是宗门教下，它都称为宗。好，那进一步说教教法它是有宗的，宗也有教，不是简单的分宗是宗教是教，而是互相融合的，教里面有宗，宗里面也有教。好，那知道这个总的原则，再进一步来看教家之宗。教家就是教法里面的宗是什么呢？啊，这个宗就是指十相妙理、三德密藏。你无论是八万四千法门啊，方便法，它指向的目标都是回归自性本源。自性本源就是真如实相啊
奇妙的离体里面含着解脱德、法身德、般若德的这个秘密之藏密藏就是这个涅槃三德我们都具有，但是隐蔽在我们的烦恼分别里面，就叫密藏那么一切教法指向的目的，就是要切证实相妙理三德密藏，这样的这个实相妙理就是禅宗的拉伸本分向上一着。好，在这里又要辨识一下，这个天台家讲五重玄义的那个宗，跟这里说的宗是不是一回事？天台家五重玄义的宗是指宗趣，天台家讲的第二个那个体性才是这里所讲的宗，一切大乘经典以实相为体，这个体性。就是这里的宗。那这个如果他讲那个五重玄义的宗乃是趋向那个实相离体的方法途径跟禅宗向上一着还不是一回事。所以禅宗向上一着的那个宗相当于教家的那个体这个小字括号是表达这个意思。好，下面再看，了解了教家之宗，再了解教家之教。这个宗是指向实相，教呢就是这个经论，经论就是三藏十二部了他所说的文字语言，这文字语言在金龙藏有7000多卷呢，日本大正藏收集的是最全，是20000余卷。这些都是经论所说的文字语言以及法门形象法门形象一般就是住家的祖师大德对这一代实教的经典给予一个判教58教教理行政呢这都是法门形象那这些文字语言都是全息妙理，文字语言就是指向真理的月亮，手指就是文字语言，它是全息妙理，妙理就是那个月亮所以任何文字语言全息妙理都要回归到自性本源三德密藏那这样的教家之教就相当于禅宗的机锋转语以及它种种的清该这个束缚这些作用。教法是三根普披立顿全收中下根基的人不能大开圆解但也能够随机解了佛的一大藏就像一个大海，随众生的根基得到相应的法义所以他没有开悟也可以让他理解真理的少分和多分但是宗在心性层面，你如果没有开悟，没有明心见性，那对那些机锋转移什么你是不知道他的意思的，不懂，莫名其妙藏二金刚莫名其妙的所以这个宗和教就在这里是有差别的。请看下面，宗家之教即机锋转语，阳泉束缚，或雨或木，种种作用皆悉就彼来机，指归向上，是转语等，乃标向上真月之旨，非转语等，即是向上真月。倘然依止观月，
则真月直下清涧，数见真月方是中家之中。今人以疾风转雨为宗，不求切物，为学会透，是任子为曰：不知夫有真月一惜哉。好，这里讨论宗家之教啊，就是宗家也有宗也有教啊。那看这个宗家之教，这说起来禅宗五宗七派就是谈他的教学手段，让学人开悟的种种善巧方法啊，后称为家风或者称为宗风啊，后人对五家的宗旨都有非常详细的啊概述，什么三玄三要啊，四料简啊，四宾主啊，啊这个黄龙三观啊等等啊，云门三句呀 啊这些，深入起来倒挺有意思。这些教学方法都是啊风雷电掣啊大吉大用啊。那古德用这个是信手拈来，而是无作妙用，没有事先的预谋啊。那这里五家的这种拙劣啊教学的手段很多啊，我们就选择林济中谈一谈林济中和云门。林济中谈起来他的这个创教呢，创宗是林济义玄禅师，教学手段是大机大用啊，有杀人刀也有活人剑呢啊，手段非常啊，这个所以赢得后世天下都是林济的子孙了。关于这个，你看看他的教学方法，就可以看林济禅师他是怎么开悟的。从他的开悟的因缘来看，他以后所延伸的这种方法。林济禅师他是在黄坡西运禅师座下参学，在他座下呢，他也很老实，天天种地啊，这个已经三年过去了。然后有一个首座啊，木舟首啊首座，就说你天天干活，你也得学点佛法呀，你得向方丈和尚问问佛法是什么呀，啊。就是你再这么天天干活，一点佛法都不学，这不太可怜了吗？啊，那空度一生呢？啊，这个义玄禅师也很淳朴，他是北方人嘛。义玄禅，那你我问什么呢？那首座说，那你就问什么是佛法大义哟、哦。啊，他就老老实实。去向黄埔禅师，常常他一问什么是佛法大义，黄埔禅师就打他啊，这一打他就灰溜溜了，赶紧退下了。退下过段时间他又在种菜，那个手座就哎，你问佛法问得怎么样啊，有没有收获呀？哎呀，这个我没有收获呀，我一问他就打我呀。哎，他说不要紧，求法你要再去问。好，他又去问，一问又挨打，挨打又退下来了。过段时间这首座又问，你问的怎么样啊？啊，我什么都没有问到。你再去问啊。第三次问又挨打，
这一打下来之后，这个义玄禅师就觉得自己根基不行啊，不堪造就，也觉得这个地方没有缘分了，就准备到外面参学。但这首座呢，是很知道这个义玄禅师是了不起的人，所以他事先还到这个，他就知道这个义玄禅师要走，他就赶紧先到这个黄坡禅师那里去先打个招呼。他说这个那位来请法的人可能要告辞了，这个人以后会成大器的，会像一棵大树庇荫很多人，你得帮助他，给他指示一个去的地方啊。那同时这首座就告诉这个义玄禅师，你要走可以呀，但你要跟方丈和尚告个假呀，告辞一下呀啊。本来他就想不告辞就走，哎呀反正没有缘分啊。然后他就告辞。黄渤禅师说，哦，你准备离开，你准备到哪去？这个义玄说，弟子也不知道到哪去啊。他说，你要参学你就到高安的大愚禅师那里去吧啊。好，他就到了大愚禅师那地方。大愚禅师就问，哎，你从哪来啊？我是从黄坡山来。大愚说，你参那个什么呀？他就这个义玄禅师呢，就把他三次请法、三次挨打的经历，就向大愚禅师说出来了。大愚禅师听了之后就说，哎呀，这个黄波禅师啊，老婆心切啊，为了你彻底开悟啊，那真是用尽了心啊，你还在这里说你没有缘分，不关心你怎么怎么。这一说，一下子这个义玄禅师开悟了开悟呢，他就哦，原来黄坡佛法无多子啊，不跟他说，跟他打，老婆心切，恨铁不成钢啊你还在文字语言去问什么，打就让你回光返照啊所以他就这个一开悟，就在大愚禅师的这个胳膊下的这个坐了三拳啊，坐了三拳，这个大愚禅师就挡开说，这个这是黄波禅师的妙用，不关我的事。那这个义玄禅师就回来。回来黄坡禅师看他回来，你怎么又回来呢？这个义玄禅师只为老婆心切啊。那这个黄坡禅师一看他这个，就知道他有悟处了，就说那个大愚禅师饶什么舌啊？我见了他要揍他一顿啊。这个义玄禅师，不要等见了他，我现在就揍了啊。这个义玄禅师先下手要打他的老师。这个学生打老师黄波禅师把他手一挡啊，你这个疯癫汉啊。但是知道他开悟了。你看这个以后他的手段的那种喝佛骂祖，包括喝，他就是接引学人的一个特别手段。要这个禅宗有一个特别的，他是要你即心即佛，回光返照，当下任取，你不要在外面寻找。这些喝呀、打呀、骂呀，都是催生你自信本具佛性的一个催生剂，一个接生婆。所以他才有三玄三要啊，四料简，什么人夺近，什么人夺西夺人，什么鸡来了人紧都夺，什么鸡来了人紧拒不夺，他都是大机大用的。
这是明眼人。所以林济中后来延伸为像黄龙慧南禅师，他有著名的黄龙三观，这黄龙三观在禅宗那也是非常著名的他有三问这三问看看就像三观你能不能过第一问就是人人尽有生缘生缘就是你十二因缘讲的三世两重因果嘛，你前生因缘转生而来，这就是你的生缘。人人都尽有生缘，上座生缘在何处这是第一问。第二问呢，就是我手何是佛手，那又问诸方你参了什么宗师，得到了什么法义说这个时候又把脚伸出来，我脚何是驴脚毛驴的脚用这个三问来勘验学人他是不是明心见性了。但是三十余年呢，都没有人过得了这个三关呢据说只是龙庆贤禅师他的回答比较到位但是这些回答我们只是也是凭着我们的心意识去琢磨他什么意思，有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意思。但是第一问这个上座生缘在何处，这个龙庆贤禅师回答，早晨吃白粥，至晚又绝饥这里是没有教理的可言的，早上吃白粥嘛，到晚上又觉得饿了，很平常的一句话。这就是把一种生缘你就是在那种生灭法里面各种业力因缘的一种情况，它是一个烦恼的范围，有烦恼就有分别，但你要看破这一关，你要照见它的平常心。所以早上吃白粥至晚又绝饥第二关我手何是佛手，这个回答是约下弄琵琶你既然有平常心了，你当下就是佛嘛，当下见举嘛，所以我的手也就是佛的手嘛。但是又问我脚何是驴脚，一下子从天上到地下来像驴脚这庆龙庆贤禅师就说，露丝力学非同色，露丝是一种鸟站在雪地上又跟雪不同的颜色这是不是表达一种这个在无平等无差别里面又有它的差异性呢所以这个王龙禅师如果有筹对筹搭对了的，他也不说话微坐垂目也不说可否那当时有一位居士叫潘延之，就觉得莫名其妙了这个里面到底什么奥秘，就请问你，人家回答呢，你总的说是过了关还是没有过关呢？黄龙禅师就说，已过关者吊臂而去从观虑问可否，此未透关者也。他就坐在那里垂目，如果真的是三观都透过去了，吊臂而去，他要问干嘛呢就好像这个一个海关或者是一个小官员在那里，那你这个你有资格你就过去嘛，你还问我能不能过去那麻烦了从关里问能不能过去，说明你还没有透关那这个时候黄龙禅师坐在那里就是扮演关律守关的官律，不需要讲话
你看这个禅宗的拙劣啊。云门宗啊，大家看这个文彦啊禅师，这云门文彦禅师开悟的机缘也是啊很奇特。他是出生在唐末啊五代啊十国年间。他早年也学戒律，学教下学得不错了啊，但是原来这个唐宋以来这个禅门禅宗是主流，所以啊修行人还是要悟明几次啊，啊所以他觉得几次未明就要参访善知识。他参访的是木州道明禅师啊，这也是黄檗禅师的法系的。木州见到他来，见他来就关门啊，关门这个文彦禅师就叩门，叩门木州就说谁呀啊，这文彦说某甲啊，或者啊就自报家名。木州禅师说啊做什么，文彦禅师就回答几世未明，弃师指示。木州禅师就开门见了他一面，马上就关门。啊，第二天这个文彦禅师又去叩门，又叩门，他又重复谁呀？啊，干什么呀？再开门见，又啪嗒一下，砰的一下把门关上。这样连续三天，到了第三天，这个文彦禅师，这个古人未到心切呀。可能现在人一看吃了闭门羹就愤怒了，你有什么了不起，我还不来呢，是吧？但是古人未到心切，吃了闭门羹还是要来啊，啊，这是生死大事啊，知道这是善知识啊，啊，你看古人这些善知识，有时候这个都是很不客气的，有时候学生来了赶他走，不给他吃饭，叫他走，那还不走的话，冬天就用水啊